先喎，但係係咪打最左先嚟要？喂，唔係麥嚟，我唔知道啊。你打咗未啊？阿加士，你打咗未啊？哇，好鬼痛！隔篱嗰只左手边嗰只劲痛，一定要呕死咗佢先。打左手边先，呕爆啊！啱啱输入完个号码 ，Oh my god！ 佢以为系冇邀请冇人入啊嘛。紧要啦呢、這个，打打唔打赢啦呢个，打唔赢嘅话就可以等埋一齐打啦。你本身打咗噶嘛系嘛？如果本身打咗嘅话就我应该都打得赢嘅，但系论一个 AI 唔知得唔得？只要打爆左手边就得啦呢关。唔好打我得啦，佢哋千祈唔好打我。搞掂搞掂，诶唔系，搞掂啦。到中间，如在莫非参过永远。呢关真系几难嘅，我死啦！我要死硬啦呢下。我想知错也是错，我想知道也做到。打唔打得赢啊，罗罗莉？我冇输出噶咯，就嚟。我一阵间就会自杀噶呢度。之后出五星二师兄就可以二 D 过。五星二师兄系咩啊？唔妙只狗好难搞啊！都啱啊！我开大揼死佢呢度。咦又哇有雷超喎、啊、右手边一嘢撞死佢。那是天理，乱乱之进化二师兄点开放装备嗰啲关？打呢一关十八黑，多人模式第十八关黑嘅难度，即系依家呢关。开大技，好简单啲右手边，最紧要系打中间或者左手边先。准备揼死佢呢度，起码千几啦，系嘛呢下？我搞错啦，837，我唔想咁快死噶，但系打我啊，打我 OK， 你打我啊嘛，我用头锤撞死你，自杀式袭击。应该有1000啦啩呢下，啲 mega 进化喎 ，to the wonderland， 应该有 hello 加嘅 mega 应该掟到啊，睇住嚟啦，一嘢冚落去，硬啊，死咗。自殺式襲擊，就算用愛抵擋不了這天災。哇！佢開大喎，頂！咁啊，食蕉啦！哎呀，冇格鬥喎，食蕉啊！我一陣間仲要開力量強化，然之後咧俾佢清。应该 OK 啦，即刻开呢个定胜符先。咦？开完大技之后，开完大技之后冇咗个术，哇！系咪有啲大剂啊？哦，仲有两只格斗咁赢啦，赢咗啦，黐筋嘅真系。哇，唔系话 AI， 你唔使死啊，同你讲。喂，你唔会死啊！同你讲，哇，佢可能死，唉，输你佢。
顶，我输我要。即使跟你朝不起地地，喂，卫叔，卫叔，卫叔，唔好打，赢啦，赢啦，喂，没有击中，顶嘅垃圾技真系，唉，垃圾技，喂，冇啊。喂，唔系啊！喂，中啊，死嬲啊！唉，食蕉啦咁铺。喂，开大开大开大！唉，赢啦！黐筋啊！关键最紧要关头，紧要关头系同我 miss 喎，真系火嚟啊！又嚟同我 miss， 垃圾万斌真系。即刻唔想用，差啲输啊！唉，搞掂啦～